是喵喵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吗？称职，感受那份与众不同。我叫乔方旭，今年28岁，我的职业是后期剪辑。因为长期在机房工作，所以变得有点不修边幅。我希望能通过这次改造，让自己变得更时尚、更自信一些。NON 是国内同步售卖日本服装首饰品牌的代理直营店铺，于2014年在北京正式经营运作。室内装修宽敞舒适，且充满美式复古风格。在这里，你可以选择到尖端且独特的潮流单品，因此受到很多年轻人的欢迎。我觉得潮流跟时尚一样，就是一个既在变化又是固定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可能会隔个一段时间，它又会就好像潮起潮落一样。时尚也是，就是时下当下流行的东西。所以我希望现在年轻人也可以不断去尝试更多新的可能，不断去追求一些变化，找一些不同的感觉。今天我会用我的方式进行改变。衬衫是非常能修饰体型的单品之一，硬挺的材质可以很好的遮挡赘肉，翻领的设计显得人利落精干，牛仔材质和潮流元素的运用增添了休闲感和时尚度。这样一款兼备气质和百搭的单品，是你衣橱里的必备之选。在夏天，棒球帽是美观又实用的造型单品，精致的刺绣图案彰显品质，花花公子经典兔子改造的骷髅头形象颇具玩味，无需费心，随意搭配即可锦上添花。比起运动型双肩背包，邮差包就要有味道多了，而实用度却丝毫不减，可单肩亦可斜挎，即便是骑行过程中也能使用。金属皮扣等细节设计更显品质，与皮革材质的搭配相得益彰，更加流露出浓浓的复古韵味。我觉得其实它虽然是一个后期工程师后期做剪辑的，但我觉得整体是有一点不修边幅，就随便拉拉遢遢拿了一个 T 恤短裤就出来了。我觉得其实哪怕我们是做幕后工作的，也可以带来一些个性跟质感的东西，所以我跟他选择了一个长袖的一个有设计感的一个衬衫，然后加上了一条工装短裤，然后给他选择了一个帽子，是他平时不太用的一个棒球帽。我觉得就是在颜色上面也是会稍微跳出来一点，然后上面的图案也是非常有趣的，以及我会给他选择了一个风马皮的一个邮差包一样的包，我觉得也是能够在既是实用的就不会太过，但是又会是整体的有个质感的一个提高。我是演员李承浩，您现在收看的是 C Fashion 百度时尚频道，请持续关注我们 miumiu 的 Change 栏目。